生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。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。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，而是在于它平时，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。我们反观一下自身，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。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，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、能量、化学反应、神经系统资料、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、判断和命令之下达，以目